妈，中午吃啥饭？你就菠菜尖吃吧。菠菜这小小吗？我尖子包的吃，就够吃了。赶紧过去。先给棉花。盐、花椒盐、葱油、鸡蛋、盐、花椒盐，菜给我一卷，摊菜，熊婆婆，15分钟就熟了，多长时间？15分钟就熟。还是不能再好吃，肉火，都赶紧吃。